台湾好棒。昨天还睡不着？没有，我昨天是没睡啊，我紧张的要命。哎呦，更何况我又是外国人，对不对？那更何况就是，哎，也台语救了我，真的啦。哎，当初丸子解散后，我的维基百科真的都没有。该不会还是你自己建的吧？我真的没有建了，真的找不到。我是因为台语才会有维基百科的。真的啊，真的，我是觉得蛮开心的。那你之后还要办你签唱会吗？我希望能够办一个粉丝会，想看我到底有没有粉丝要来。我蛮期待的，对，因为那时候丸子的粉丝都跑去小鬼那边了，对，在，所以小鬼粉丝很多。那我们那时候就散掉了，阿啾就变成拍戏，那我就可能后面才开始就是因为综艺这个东西，所以我还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粉丝。对，如果真的是办一个粉丝的话，我还真想挑战看看到底有几个粉丝。考验一下，对，到底会有多少人？对对，我蛮想考验。没人就没办法，只有聊两个三个，我也唱给他听了。你留起我的太阳。你可以先在脸书问啊，在粉专问。等真的是要真的办了，我就会放在脸书上面这样子。对对。那过年有什么特别？哎，以前看到你们都好害怕，我现在看到你们觉得好和善。我们本来就很和善、啊。没有啊，以前会紧绷，因为以前完全就是很嫩啊，就不知道怎么去，就很害怕的。因为以前三个人的时候都是小鬼在发言的、啊。那其实我都不讲话，不敢讲话。所以你后来还有再去看他吗？再去阳明山看他？有，我会去。对，只是还蛮难过的。对，是有梦到鬼的吗？有，我梦到他跑到我的梦里面，会直接抱着我，或者摔到地下。摔到地下？就是他看到我，他就。就这样抱着我，我们俩就摔在地上，我就醒来，在地上，他跑过来，我讲说，哎呀 ，miss you， 因为我那时候就想到他，说 miss you， 他也说 miss me 这样子，他们就抱在一块，就那个上，就是那个画面非常非常清楚。什么时候梦的？那个应该是小鬼出病完的两个礼拜后，因为那时候我一直没梦到，我想说，没关系，之后应该，因为他可能太多朋友要打招呼，应该会过来的吧，我没想到真的过来了，对，我真的有发誓，真的发誓。因为我体质蛮敏感的，所以说我就是忽然在那个画面非常非常清楚，他就跑到我的梦里来。哈？醒来没有哭，醒来是嘴巴是笑的，后来就是一醒来，我就跑去跟我妈，哎妈，我小鬼跑到我梦来了，我们就直接抱在一起这样子。